哦，等一下，我们会这边会计时啊。哦，好，对对，再看着，帮我注意一下。哦，我还是要说，哎，这边应该还是有熟面孔，然后可能要听我一整天都在讲前面开场的话，然后就是，哎，就是感谢大家来参加 WTM 办的 Open Design，然后，对，就是。Women Tech Makers 是 Google 非营利组织之其中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没有针对女生，只是刚好名字就叫 Women Tech Makers。那我们主要其实都是在讲很多 Google 技术相关的，那也可以讲到心灵鸡汤或是设计的层面，所以大家欢迎。如果外面有 QR Code 可以扫一下，如果要 follow 一些我们其他在外面办的活动，那个墙上，因为帮我注意一下，就是进来这个空间，我们要宣导是 DEI 的文化，尊重彼此。然后那边大家都来自，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那学会怎么样互相包容、尊重，就是我们应该要必须要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同意吧？所以就是一个环境，所以只要你进来这个环境，就代表其实我已经认同，我们就认同，大家都认同这样子的想法跟理念，好吗？好，所以如果等一下如果有疑问，中间想要突然临时要发问，就是保持礼貌，还有尊重对方彼此，可以吗？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讲者佩莹，谢谢。大家好，我叫佩颖，我的姓氏比较特别，姓田，所以说呢，我创了一个粉丝团，叫做"城市的田园风味"。那这个粉丝团它其实主要是在呈现一些，我在学城市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语法很特别，然后把它图像化，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然后分享。然后我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经验。我第一个职位，第一个工作是动画师。所以在那边住了2年之后，发现动画产业实在是蛮辛苦的，所以我就回去到我原本研究所念的使用者体验、使用者研究这方面的领域，所以我第二份工作就到师大那边去担任 UI UX 的设计师，在这边也做了3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到后面的时间有点在做产品经理的事情。然后，所以我的下一份又在弘扬那边担任产品经理这一段一阵子的时间，之后又回到五倍学院这边担任设计师。那五倍学院这边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培育工程师。那今天这个题目如何利用开源设计来提高设计品质，主要是想要帮助就是我们 camp 的学员，他们其实之后都会在最后的阶段会去组队。那组队的时候就要去做一个专题。那专题的过程，在一开始的发想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会卡在这边一段时间，就可能颜色的分配啊，或者是画面结构的布局，他们其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其实 Figma 在上面提供了一些套件，可以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完成一些布局，这就是这个题目的由来。然后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今天的大纲。那我的大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小专题的时候，我们会是怎么样的情境？然后这个题目是，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题目？然后还有灵感，然后我可能会用到哪些外挂的工具，去产生 让这个设计的过程又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再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实际上可能会碰到的专案会是什么？那也就会稍微介绍一下实际上的开发流程，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境，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透过网络上的一些同业的产品，怎么去做分析，去优化我们自己本身要做的产品，再来就是我们最后的结尾。那一开始的 side project 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有了题目之后，找到题目之后，我们就会需要用文案产生一些文案，然后再去寻找这个适合这个题目的风格，然后去产生一些设计的初稿，最后变成精稿。那我找的题目其实就是台北音乐节，因为我其实本身是一个还蛮喜欢听音乐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也可以让我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快速的产生一个 side project 呈现给大家看。虽然可能我觉得没有做得很好，但是至少是一个 side project。
那这个文案呢，其实我是用 ChatGPT 去产生的。那它就至少要有那个活动日程、活动时间，就是你这个台北音乐节需要什么样的文案，在这个网页里面，它需要呈现的文案是什么，至少都要有一个想法。那 ChatGPT 真的是帮助我很多，所以上面停车资讯、退票的资讯，其实几乎都是由他们去产生的。我目前的语速还可以吗？会不会太快？不会，好，谢谢。然后，那我这个 side project 我就需要有一个用户流程的想象。用户在这边这个网页看了之后，他觉得很满意，他可能会想要购票。那我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他购票。那票券平台就是先用第三方的票券平台，让他直接转出去，离开我的网站，就很简单。所以我就只要做一个一页式的浏览就行了。那设计思考的我的画面灵感是怎么来的呢？我一开始其实就是先去用 Pinterest 去找一下，就是国外的音乐节它会有怎么样的呈现。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还蛮活泼的，然后用色也蛮大胆的，然后感觉很动感。那这个画面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过去的艺术史上面，会有想到就是野兽派。那野兽派它其实就是很狂野，然后也很有动感，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跟艺术的过去，因为我过去是念设计的嘛，所以我就知道有野兽派这个词，那我就可以找到更多元的图像去让它产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灵感先放在心里面，我就介绍一下外挂工具，好用的 Figma 外挂工具，然后这也是我自己蛮常使用的外挂。在 Figma 那边，我们可以利用关键字去搜寻上面的工具。那比如说，我就是在关键字上面写了 wireframe， 那 wireframe 它其实就会出现很多很有贡献的作者们，他提供了他自己的 wireframe 给大家使用。那 Figma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打开别人的 Figma 的档案，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复制到自己的档案那边，你可以直接去做编辑使用。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作者的风格，或者是你觉得他提供的 wireframe 还不错，你就可以使用他的，然后把它复制到你自己的Figma 里面。那另外一个工具就是 icon， 我这个其实只是一个举例，就是我用 iconify 来搜寻，就是 map 的 icon。然后在这边它就会显示很多个 map， 那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 Figma 的外挂工具而已。它其实 icon 如果假设你的团队是用 Angular 的开发团队，那 Angular 的开发团队它有可能就是使用的 icon 会是 material， 那 material 其实你在上面也可以找到 material 的 icon， 你就可以一样用关键字去搜寻之后，它就会产生你想要的 icon 是什么。那其实工程师在做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一组一串程式码，他不会是把 icon 下载下来，然后请他使用 SVG 档，不可能是这样。但是他的优势就是在于说，我们有了这个 icon 之后，他的名称可以让工程师比较好去寻找。如果万一我到时候漏掉这个 icon 名称给他，他可以直接在 Figma 上面直接点了这个 icon 名称，他就比较好知道说，哦，这个叫什么，那我就直接去 material 的网站上面的 icon 去寻找，然后把那个程式码复制下来就可以了。对，然后再就是，如果工程师的 CSS 的框架，不好意思，我的喉咙有点那个干。如果我是那个 Tailwind 的，就是工程师他在使用的是 CSS 的框架，是用 Tailwind。在 Figma 也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我们Tailwind 它其实有很多色码，那个色码它其实非常的多，你不可能一个个去看，而且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的时候去试颜色，那 Tailwind Figma 它就提供了这个套件，你只要加入这个套件之后呢，按了 Add， 它就会把 Tailwind CSS 3.3.2 的版本的色码全部载到你现在这个 Figma 的档案里面，非常的好用。然后再就是 Wireframe， 它其实我觉得它很方便，它就是你安装了这个套件之后呢，它打开就是有这么多的模板让你去选择，那你选择之后，你就可以稍微去把它拉出你要的版型，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它。使用这个 wireframe 的时候啊，就是前面我有用 GPT 那边去产生了一个文案资讯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wireframe 去安排整个画面的结构。那这个画面结构，我一开始就是希望，我一开始是一个视觉图，视觉图之后就是可能是台北音乐节的整个视觉，然后之后再来就是介绍我的艺人有谁，这个卡斯之人有谁，然后这一张就是会去介绍我们这个艺人的详细资讯，再来就是我们的票券资讯跟地图地理的资讯。好，然后下一页。所以呢，我们完成了 Firefan 的时候，就是前面刚刚这个小小的图，我们用那个外挂把它拉出来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自己把它真的把它拉成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我是使用如果你们打开我的Figma 的档案，它应该是1440的桌机版。我只有做桌机版，没有太多时间在做手机版，不好意思。然后，所以呢，就是我把它用成1440的版本之后，填入我要的文案，然后跟刚刚我的布局都先把它这样子填上去，然后并且去这样子就可以有帮助我们要呈现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台北音乐节就是我的标题，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卡斯阵容，我的歌手作品抢先看，而且这个呈现上来就是希望它是一个轮播，然后再来就是票券资讯跟地图的资讯，甚至我连停车资讯都已经找好了。那个 GTP 真的是很厉害，我在上面那个地址我都去查过了，还真的是有这个停车场。然后再就是进入到我们的配色，如果刚刚的这些架构都做好了之后，那其实为什么我一直用设计思考来解释这个配色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必须先去了解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了解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才能去知道说台北音乐节我们前面找的一些灵感会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去发想我觉得这些组合可以有哪些结果，那这些结果呢我可以怎么去把它组合起来变成是我在画面中的真的画面的是怎么样子，最后去落实这些我刚刚找的这些项目。所以比如说我想象中的演唱会啊，它可能会是热闹的，然后缤纷的，然后把满意的配色都收集起来，这些都是我在网络上面找的一些配色，然后跟我觉得还不错的海报画面，以及刚刚提到的野兽派，然后再来我们就是把它融合起来，把这些我们刚刚的 wireframe 然后跟配色海报以及我想象中的这个演唱会的画面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待，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所以视觉弱成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它就是最后呢就是一开始主视觉，然后卡斯阵容，然后再就是歌手的作品的介绍以及票券资讯，然后底下那个地图资讯其实在网址上面也可以直接去点开，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画面我们去把它整理成我们主要的色码。所以其实我们的色底色有可能就是这个颜色，然后如果你要强调什么样的画面的话就可以用这个颜色，那按钮的颜色就可以直接去选用它。然后在这个画面的同时呢，其实这边文字就会一边做然后一边去统一它，我们就不会就可以去确保我们的文字就是只有1234五个字级这样子。所以在手机版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确定说哪一个有可能手机版的字级有可能是36，那内文也许会冒出一个16px之类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刚刚想的一个我们第一阶段的自己想象的 side project。 那实际上我们常常会在遇到的开发流程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冗长的一个流程，因为它已经不是自己了，是你有一个开发团队，你做完设计之后后面还有工程师会接手做，然后把你的画面把它真的实际落成起来，所以它其实就多了一个确认需求。这个确认需求是还蛮重要的事情。我们先从一开始就是有可能是公司那边发下来的一个专案，然后需要我们去执行，然后他可能公司的同事会跟你说，这个文案之后会滚动式调整，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风格我们就先简单就好，有可能之后也还会再修改。那这些都不确定怎么办呢？但是我们至少要确定需求，这个需求有可能是他可能忽然间提出我要一个购物车的需求。那刚刚前面的文案跟风格，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文案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方向，风格就算了，就是先简单就好，清楚明了就好。但是需求的流程要确定，因为购物车流程我们就知道，商品你看了之后要加入购物车，加入购物车你可以加数量减数量，然后最后再来就是进到会员要登录，知道你是谁，然后之后知道你是谁之后，你要必须完成付款，那你要用哪种方式去付款？然后付款完之后，你真的完成付款之后，或者是列出那个要缴账的那个清单表之后，才是真正完成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任务。所以这边的需求就是其实也包含了整个使用者的流程。所以我们再来就会有一个设计的初稿，因为我们知道使用者流程至少是怎么样，我们很确定。当然有的时候有某一些专案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跟你说，我也不确定流程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尴尬了。那不确定流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确保这个流程是不是这个样子。那通常他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用讲话沟通，那透过画面来沟通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这个需求确定下来。所以确定需求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如果他不确定，那我们就画个草稿给他确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确认开发规格，这个开发规格有可能就是我这个购物车的功能我只需要手机版，因为我觉得我的用户就只有手机版会来使用，桌机版就算了，你就直接桌机版用手机版呈现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确保说，哦，我的设计就只要从手机开始，桌机版之后再说。所以我就可以先去画好整个手机版的画面之后，因为其实有一个版本出来之后，你要把它变成是手机版、桌机版、平板，都是一个还蛮好调整的一个画面，因为其实就是不要让它破版就好了。然后再就是设计精稿开发，然后就会工程师进入开发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是也有碰到产品经理，所以也会协助去测试这些画面是不是有缺肉。有的时候在开发的阶段，它也许会是。又会再回到那个设计初稿那边，或者是确认需求那边，因为在开发的时候可能会漏掉一些画面，之后测试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会上线去做一个部署，之后再从收取回馈。那收取回馈之后就没事了吗？并没有。有的时候收取回馈，这个用户他可能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没有信用卡，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收费的就是付费的选择之类的。那我们就要必须再重新确认一下需求是什么，然后一样再去跑一次重新的流程。对，所以我们其实实际上会遇到的需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台北音乐节的一页式网站嘛，它其实有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这个票券啊并不是第三方的时候，它会需要是自己提供，自己网站平台提供的一个票券系统的时候，它就需要有会员系统的功能。所以它就是浏览网页之后点选了票券，然后会员登录，因为它要购买，所以它才能去做购票动作。那表示说退票流程我们也就要去想，那就是会员登录之后我们就可以活动就是需要规定它大概什么时候才可以退票，这个天数之后它就不能再去做退票之类的一些游戏规则。对，那当然我们如果这个网站你从来没有去碰过这个票券系统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去确保自己做的流程是不是对的？甚至有的时候 PM 他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的，因为有可能 PM 也是过去可能是相关的行业，但是他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去知道说大家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平台，特别是这个票券系统大家都已经有在使用了。那我会去强调就是为什么要去了解竞品，主要是因为以弘扬为例子，弘扬在做的事情是第三方支付，那他其实在第三方支付这一块他是第一个去做这件事情的公司，那后面的蓝星跟绿界其实都已经超越弘扬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他们的功能做得比弘扬还要好。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弘扬的时候有去研究过他们的功能。那绿箭它其实就是让用户你一进来，你只要5分、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之内，你一定可以去办完这个账号，并且使用这个蓝星金流。对，然后如果是绿箭的话，它提供的是多元的服务，你可以在上面去架构自己的市场，小市场在绿箭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弘扬呢，它其实在我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在进去的时候，它连线上的会员注册的功能都没有，它是要必须是用纸笔去写的。但是因为弘扬它是第一个去做第三方支付的这件事，所以它在第三方支付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位置，但是它的位置就是因为功能一直没有再去做优化，然后加上绿界跟蓝星他们后面上来的，他们的功能提供的更好，所以他们就升过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大众使用的功能，以及可能竞争对手他们使用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得更好。那我就是一样都是票券系统，所以我找了就是两厅院，国家两厅院的票券系统。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动画，然后下来的时候啊，他滑鼠滑下来之后，它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那我们就是点一下旁边 menu，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要去看到它怎么样完成一个票券的订购票券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就要去了解它的节目。从它 menu 进来之后，我想要知道它的节目是什么，然后在这边选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节目。它其实这样子的呈现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其实往下滑的时候，它上面这个日期会是固定的，然后你如果再继续往下滑，它也许会变成是现在是8月6号嘛，它之后就会变成是8月7、8、9、10，然后一样就是固定在上面。对，它这样的呈现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其中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一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哦，它这个票券系统它是一个 template， 里面可以去自定义的去跟动，就是里面的节目内容是什么，然后其他都是固定的，所以其他的设计师或是美编，他只要去提供这里面的图片就行了。对，那再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就是去订购票券的动作。那点了立即订购票之后，我其实到这边画面我有点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个画面，因为我们其实在上一个画面已经选了日期，为什么他还要跳出这个画面？是怕使用者他忘记自己选了什么吗？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想说这边是不是就可以优化一下之类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想要的票券的那一天。那选了之后，它其实这个画面是要我们去选区域，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哦，原来我刚刚的票券我好像忘记了会有区域的问题。对，它这边就是依据区域的不同，它的票价也会不一样。那选择了其中一个区域之后，再来就是要仔细选里面的位置。对，就整个流程就是需要选区域，然后选到位置，最后再就是去选择。我们就发现，因为我们是尚未登录的情况下，所以我还要去登录账户及密码。那这个流程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我点了之后啊，它出现的这个画面，我会让我有点想离开。你看这个画面密密麻麻的，你会想继续写吗？就是我不确定。但是如果它可以是提供就是第三方的登录，或者是只要让我去填写一些比较简单的。第三方登入之后，我可以直接去写我的，它里面重要资讯是什么？我看一下，身份证字号，然后跟，因为有第三方资讯了嘛，就不需要有密码，然后会员姓名应该好，他还是需要去写一下本名是什么，然后生日，这样子栏位就可以少了一些，加速他的这个注册流程。然后再就是正常的一个登录之后，我们就是得到一个正常的登录画面。那后续的那些结账画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截图。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刚刚这些流程里面去把他们的网站架构重新架出来，
他的首页进来之后，我们会需要去看到节目的日程，然后以及会员登录以及会员的注册，让他可以去做一个购票的行为。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刚刚我们得到的资讯，去重新了解一下用户需求、用户流程、画面呈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我们的网站系统并没有像国家两厅院需要提供那么多的功能，但是我们公就是如果自己的公司或者是自己的小专案，它需要去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去简化这个需求，然后并且优化这个流程，应用在我们的画面里面。所以要怎么去提高这个设计品质呢？其实就是需求一定要确认好，并且因为每一个公司所做的产品的需求其实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听到这个需求甚至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你觉得很奇怪当下，你就要必须去了解这个需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个需求背后原因有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个用户他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特殊的需求，所以听起来需求才会这么的奇怪，但是这个用户可能是我们的很大的用户，甚至是上面的长官，那就真的就是这个需求还是要做给他看，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所以然后并且去寻找适合的视觉风格，这个适合的视觉风格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视觉风格上面，对，因为他要的是这个功能赶快上线，然后你赶快给我，让我可以去直接使用，视觉你就简单就好，不要太复杂，对。然后 甚至这个视觉风格有的时候可能网络上的一些提供的一些套件，你也许直接拿来用他都觉得可以，真的。然后选择适合的工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Figma 的那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工程师的开发，然后了解其他线上产品的流程，这个真的很重要。线上产品流程，因为有的时候你公司的里面的同事们，他们有可能就是没有去看过这些产品，所以他觉得他自己的说法会是一定 OK 的，就是我要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这样子就是在其他的产品上面这样子比起来，就是很不有利啦，就是不是很好，对。然后对，所以这个还蛮重要，但是如果同事觉得或者是上面长官很坚持的话，我其实我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很有效的做法，对。然后再来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这是其实是我一些工作上的经验，然后去分享出来的，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就是那些需要去做一个自己专案的人。那我才工商一下，我们五倍学院其实在固定礼拜二的时候都会有默默会，那我其实九月的时候就不在五倍了，所以可以趁八月的时候，如果晚上想要找我的话可以来找我一下，对。然后再就是我看一下最后一页，因为我们其实有 QR code， 我们最近有一个服务，好，那个画面出来了，这边就是我们最近发展的一个新的平台，叫做人才介绍所。你想要找人才，或者是你想要求职，甚至这个求职只是一个兼职之类的，都可以使用我们最近五倍学院开发了一个新的工具，对，大家可以用用看。对，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有帮助到大家。